我而结晶啦，今年26岁，喺零注册嘅护士嚟嘅。咁其实我细细个咧就好好动啦，中意玩下短跑啊、跳远咁样嘅。咁直跌到中一咧，我嘅体老师咧就发掘咗我去长跑啦，因为觉得可能我有气啊。咁起初玩一次咧都系800、1500米啊，咁到而家慢慢加到去全马拉松咁长啦，咁。咁其實而家咧，我雖然大學畢業咗，做緊喺大埔喇喇素長護士，但我都有 keep 住每日都有練跑嘅，咁就希望咧可以嚟緊衝到奧運啊咁樣啦。咁其實我最優異嘅成績咧，就應該係喺上年2013年喺東亞運動會咧，我就跑咗個3000米障礙賽，時間係10分25秒，咁就破咗香港紀錄嘅。我嚟緊想轉型做一個全職馬拉松嘅跑手啦。咁大家都知道跑馬拉松需要時間去訓練啦。咁當然訓練之後，亦都要有啲長時間嘅休息，先至可以回復啊，恢復體力啊，然後繼續去練習咁樣嘅。同埋有休息先至可以防止受傷咯。咁大約1個月之前咧，我先開始用呢個 SDTL 入邊嘅能量方法啦，同埋保健禮。能量方法咧，主要就係攞嚟洗面啦、沖涼嘅。咁我通常咧都會做完一啲嘅訓練啊，或者體能啊，咁我就會攞嚟沖涼嘅。咁起初用嘅時候咧，就感覺唔係好明顯嘅。咁就一路做練習啊、體能，就發覺咧一路用，咁就咦？點解好似唔係好攰咁樣？即使第日翻工咧，又覺得精神又唔錯嘅喎。咁我覺得咧，應該係能量方法幫助我唔少啦，包括我精神啦好咗啦，同埋體能恢復咧都快咗嘅。咁主要我用古建立咧，都係踩喺我啲傷患度嘅。咁通常我練習啊，或者沖完涼咧就開始用，因為通常練習咧就發覺開始有啲冤痛啊咁樣，同埋有啲新傷咧都會發出啊咁樣。咁我用咗之後咧，其實第二日咧起身咧就發覺啲酸痛，咦冇咗喎。咁彈性咧肌肉彈性又好咗喎咁樣。咁嚟緊咧，我都會繼續用 SDTL 嘅產品啦。一來咧，我一定要翻工，又要練習咧，其實咧精神啊都會好容易疲倦嘅，加上體力透支咧，亦都好容易病。咁如果用咗呢個產品咧，令我體力恢復得快啲啦，精神又好啲。咁最緊要咧就係佢全天然嘅，冇藥物成分。咁就呢個係對運動員好緊要嘅，咁所以我就會放心使用。